你们一起走，好。这里是要塞这个的是吧？所以要进行很干，是不是？这是什么点？ 这个是三个车的路况，那就多少时间进一次啊？啥情况？每个时间买的车一个月、一个半月或者一天啊？多久？哎，三千。我这是一个半小时。这是有什么？这个按住了吗？时间干嘛用的？按住了。这个发现了平面区域大概有2个孔，这是不是一直按不动为止的？